有，我现在呢在星光大道。今天这一集呢，要带大家去一个酷刑博物馆 （Torture Museum）。OK， 一张30块。Alright, guys, welcome to the Torture Museum. It's all interactive. You can touch the devices, sit in the chairs. Photos and videos are cool. It'll be to your left, and there's restroom halfway through. Thank you. Awesome. Have fun. 我们呢瞬间买了票，这有点收集博物馆的感觉，美国收集博物馆。然后你们可以看到这边有周边，然后跟各种骷髅杯子。好吧，今天重头戏其实是下面的东西，我们就来看看了。好。面呢，骷髅墙，跟各种那个酷刑的那个展示的，哦，哇，它有左边两个空间，我们先走这边好了。哇，这个是把人家绑在木头上面的一个酷刑台。有看到绑手的跟绑头的吗？哇，还有这个吊着的酷刑之一。这是一种微笑酷刑。这是铁笼子，铁笼子，还有一个，这个是啊，这边有，这边有。你会躺在这边，然后我直接是一个背刺尖刺台，它是真的是会一直灌你东西的。这也是捆绑酷刑之一啊，这有一个示意图。哦，他不会让你睡，他不让你睡着，哎，他的脖子那边有不让你睡着的一个机关，有使用过。哎呦，勾肉、鞭子，各种鞭刑，这有鞭刑出来了。哇，这好痛啊，这个。我发现这有一个铁牛酷刑台，啊，好痛啊！火烤台啊，这好变态啊！这是一个做坏事把你关进去烤，哇哇哇哇！也是一个铁钉床啊，哇，他躺在那边，钉床旋转板的，就是这一区，哇！钉子椅，这个示意图，痛啊！这个更扯，这个是倒着行球的，哇！你看倒立的，我这也蛮痛苦的。这个哦，电椅来了，传说中的电椅在这边，是很古老的电椅，不知道可不可以坐，不行吧？对，上面有真实的照片。来，这有一个钉舌头酷刑，痛啊！这有一股凉凉的感觉。它有一个回字形的地下室啊，然后我们目前看到第二区。不过我不知道这个设施是不会做的，就是它其实没有任何的警告标志，你们可能是真的可以触摸的，但是真的蛮可怕的。凉凉的，这凉凉的，铁笼子，辛苦了。哦，天哪，布袋戏 ，Oh my god， 哇哇，我这好痛哦，哇，好痛。哇，这是传说中的那个一直割肚子的那个吗？就是你躺在那边，然后就一直削肚子，慢慢削的。Oh my god！ 老鼠台来了，老鼠台，
认真的呢，认真的有啊。这里有一个十字固定法，就是逆十字固定的，哇。凉凉，这边真的凉凉的啊！断头台，经典的断头台了。哎呀，肉勾啊！油锅啊，这个也是有个痛的，小小品，小小品。滚水滚滚，这都是有很多真实的刑具。它这上面有很多刻字，天哪，不知道是哪个变态家族的。哇，这里有一个完全，这边是地牢，哎，然后各种断手，等卡等去。断手之刑啊，我现在要解压缩了。割屁婆伴，婆伴。哦天哪，这个有够痛的，在这里。那个割屁的那个句子在这里，哦，经典的断头台啊，断头台很大一个，其实断头台应该就是最有名的啦，火刑。无敌风火轮，无敌风火轮，这是一个全身的刑具了，全身台，哇，各种料理工具，料理妈妈，这里也是一个。锁喉了，锁喉尊爵座位哦，这个还有位置可以坐哦。不过你自己看那一根，这个锁喉也够痛的吧？后面可以转。哦，厕所呢？一个断头台，厕所的断头台啦。我不上了，我等一下头断掉。哎呦！挖眼吗？挖眼酷刑！我的天哪，我烧的！我的天哪！哦，哇，处刑从直接从后面，这边是戴一个面具的人呢，在他背后手撕鸡啦，在那边一直撕他的伤口，这样，哇，烙印来了，烙印总是各种烙。各种酷刑面具，各种面具。对啊，就地抓羊，勾勾乐在这边勾勾啊。这个比较相对比较友善的，好，蛇洞，这个竹竹袋，这个女生的，真超大，咦，还有狮子的图案。怎么回事？性奴，
有一个毒蝎品，各种昆虫品，哦，木马，这也很有名的木马。臭臭的味道，这边怎么有一个？哇，这该不会是伸进去然后打开的那一种吧？九九环呢？痛啊！各种鞋子，酷刑鞋，或者是真的还有个钉子在上面。我天哪、啊，真的是属于某个人。它有些花纹在，是真的是有啊！我要去洗手了，对不对？女巫啊，火刑啊！拔舌地狱，哇！这有个束缚宝，直接绑起来的，不让你动的。哇，血天使，这个很有名哎，这个在那个汉尼拔的那个影集没有出现过。好恶哦，是真的，是真的有这种东西。Oh my god！ 吐司，巧克力吐司，这是著名巧克力吐司。哇，最有名的铁处女出现了。铁处女，是真的哎。哇，那个是真的，虽然有被磨过了啦。还有一个铁锈味，搞不好是血的味道。这个型就是非常有名的，很多作品都会看到这个铁处女，它就是关起来会让你一直流血，反而不会挂掉，慢慢折磨到流血致死这样。好像也不会到挂掉，就是一直折磨，一直折磨。这有一个很奇怪的体重计，好，你呢？你的体重就代表了这些模式，这是非常完全没有逻辑的体重计。你如果举到这边，你就是恶魔了；举到这边，你就是女巫了。啊，我是女巫吗？最后出口呢，就是有个断头台，但我现在没有人，我不会玩这个。该玩吗？不要啊，还有个女巫在这边，一个拍照墙，这也是一个拍照点哦。最后呢，还是有一个比较轻松的拍照点哦，这个就是这次的酷刑博物馆神奇的地方，推荐给大家。啊，这有一个拍照点哦，你可以感受一下。就是被绑住的感觉，好吧，这几天在这边结束，它就是一堆当时很不人道的酷刑啊，就是一个博物馆，来这边真的有一个凉凉的感觉，然后有一个很重的铁锈味，不知道是这些东西到底是真的假的，尤其是那个有些道具上面都会有一个可能是他们的家纹还是什么，就是变态变态的。好 ，Hey, welcome back. Thanks for checking it out. Thank you.出来超级阳光了，我的天啊，这个博物馆大概我觉得大概逛一个小时内可以逛完啊，但是这里面的东西很新奇。 OK， 接下来呢继续走走美国行 Go。